你知不知道，以人族仙口相互的灵源开始反噬宿主之后，该怎么做啊？你小子怎么突然打听这个呀？你就说知不知道吧。灵源反噬宿主，究其本质是因为灵源内已经开始自毁了。灵源自毁？据我所知，灵源自毁是不可逆的，除非有人自愿让出自己的部分命力给了灵源，以延缓自毁。不过也只是几日罢了。 所以这种办法不会有人用的。难道就没有别的法子了？确实是没了。已经开始自毁的灵源，不出10日，必将焚其而灭。姐姐，你怎么一个人在此？ 出什么事了吗？是时机。在不太送来的白昙花里动了手脚，月初以自己的心口护住了东方落的灵源。然后呢？近来灵源反噬，要尽快想办法将灵源引出来才是。能不能再撑个几日，等玉妖国的纷争都平息了，再暗护灵源？这臭小子虽然平时看着不靠谱。 但是他办起事来没得说，让他来守护灵源肯定是没问题的。灵源反噬非同小可。这样吧，你去通知翠玉玲，让她尽快赶过来。好。月初公子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公主。 在你心里，除了阿宽之外，是不是再也容不下别人？是不是只有和阿宽在一起时，你才是真正的快乐？即便以后有人把心掏出来给你，也不过是那人的自作多情，是吗？ 从始至终，都是我一个人的单相思而已。月初公子，有件事，我想同你商量。吾之密尘封于宗祠。 将随吾身消散于世，永不为人所知，擅动者死。当年这位太祖皇帝也爱上过瑶，所以才留下这本秘策，解除玉瑶子母缚的法子，就在宗祠当中。可是我有皇室大婚，才会允许新人进入宗祠。瑶族的人一旦踏入宗祠， 便会灰飞烟灭，所以我不能同阿宽成亲。我同意成婚。月初公子，你也看到了，此事需要以命相搏。 若真能以我的命得到破解子母符之法，彻底将阿宽和那些妖族从石矶手上救下来，也算值得。嗯。不过此事，还想请公主瞒着妖仙姐姐，她若得知你我二人冒死解缚，必会阻拦。嗯。也要瞒着阿宽，否则他不会让我冒险。 你为何要娶步太？你真的心悦他吗？妖仙姐姐来找我，莫不是来给我道喜的？传闻是真的。不错，我本想明日一早再告诉你这个喜讯的。我不同意。为何？你们不合适。男未婚，女未嫁，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步太喜欢的人是石宽。这门婚事，
固太公主若是不愿意，是不会成的。你对她可是真心？是何时？你如此关心我的婚事，那我问你，对你而言，我究竟算什么？你是东方月初，是我在人族带回来的。我不想听这些，在你心里，我算什么？ 你和蓉蓉、雅雅、长老他们一样，都一样，所以我该知足了。在你心里，我不是可有可无之人。 若有一天我消失了，你会不会有一丝不舍？你问我是否心悦于他？我的答案是，是，我心悦他。 白首不离，生死不弃。我东方月初认定了他，绝不会变心。姐姐为何就那么放心，把自己生死托付给月初？且不论他是人族，姐姐好像从未对那个男子这般信任过。 若有一日你消失，我会不仅仅是舍不得。妈妈，进来看看，这是新鲜的。我去那边看看。 好，又香又好看，过来看看，看看花吧。 公主，阿哥，我现在唯一感到遗憾的事情，就是没能听到你亲口说我喜欢你，公主。
公主，我喜欢你。 小青姐姐，东方落的灵渊已经护下，跟着此灵殿便可寻到。放心，我已将部分命力渡给了灵渊，短期内灵渊无碍。希望天遂人愿，你收到这封信时，我已拿到解除御妖字母符之法。 月初，大当家，宗子即将探探之时，起因之事非出，月初公子将我推了出来，自己却困在了里面。月初。 石姬，你重凝灵元，就是为了再一次祸乱妖族吗？真正为祸妖族的人是谁？400年前，若不是你的背叛，妖族早就成为六域之首。怕什么？涂山红红失了灵骨，都给我上！ 这怎么打呀？可是，别忘了你们的命都捏在谁的手上。你身为妖族，当知这御妖子母符是我妖族最痛恨耻辱之物，你还要一而再的以此手段胁迫同族吗？笑话！你口口声声说为了同族，你帮的人全是奴役同族的刽子手。 我知道此前皇室以御妖子母符奴役控制妖族，伤害了大家。今日，我已决意破除御妖子母符。此时，是御妖国的镇国之宝，极阴之时。
玉妖子母符也是玉妖子母符效力的关键。今日，我愿当众毁却此石。从今以后，世上不会再有玉妖子母符。